买个机要拍什么吗？没有特别要拍什么吗？就现在随便玩。不会拍那个奈美碎那个光头啊？看追不追得到？奈美追光头是怎么回事？还是你要光头追奈美，然后到最后？你们还要？机器来了，机器来了。哪里啦？片场啊。在哪里？我们在那个长廊这边，长廊这边呢、啊，叫屁叫啊！长廊，你说那个监狱的那个关的，哦，你说这个、哦？过来，他、啊、干嘛？这边，就跑嘛，就一个人追一个，然后进去，就是不管谁追谁，然后一个进去，然后我不会出来，就是换另外一个人出来，你就知道那种，就是一直找不到对方，然后两个人可以从不一样的人出来。你是那个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就是你看，来，声音进来。经典的烂梗呐、啊！啊，经典的烂梗 ，OK。来，我看我手机，然后追，然后进去，然后追，重新。哈哈哈哈哈！奇怪，奇怪，你们见，然后再跑，然后再出去，奇怪，然后再走出去。我已经在拍了、啊，你们怎么只用一道门？可以用另外一道门也可以啊。过来，到处跑，到处跑，然后不要全部扔出去。有个奈美跑掉了，要去哪里？退休了，有点屌。你的右脚，你的右脚性感了。麦克基，你扔在这边。这边呢、啊，来了，等你待在这边，待在这边。没有，你们先过来，先过来。等等，那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不是你们呐、啊，麦克基就站着。你们要有梗啊！假如说一个追一个，你要一个出来，然后这样停下来看一下，然后再进去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我是暗黑的。你要出来，然后找不到人，然后再进去。是谁站在我后面啊？先来这边，来这边补羊啊！补。来这边，等一过来。我看到你的影子了，这样好像两次啊。啊，不对，你就继续追，你追安博，我追我弟。还有分两批不一样的，一个追你的，进去，你好，然后进去，不要动，不要动我，不要动，好，出去，一个出去。好。啊，你们不要都往他们的方向跑掉啊！好，换那个，换你追过去。你们可以，你可以往我这个方向跑，或者是往那个红队的龙神殿跑。好，看一下，好，出去。红队从这点也可以跑啊！你们全部这样子。我进去了。又开始了。傻小啊！什么时候开始的啦？自从那个垂死之后，好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好了。